一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指出小鱼的动作吗？在哪里？双手举到最高，看你们手上的小鱼可以夹到礼物吗？坐在椅子上哦。有夹到礼物吗？没有没关系，待会还会继续。谢谢大家，大家都表现得非常好，也谢谢泡泡哥哥。不客气，泡泡哥果然就是大家最好的朋友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已经表演了四首歌了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记得刚刚有什么歌吗？